今天要快速介绍香港一家吃的加玩的景点介绍，去过香港的观众我们也一起回味吧，没去过的观众跟住我们，我们一起旅行去。我们要去坐山顶缆车，这边过去还要走一大段路。对，我们先看看要撑多久，不知道这一只撑不撑得了。从中环站出来后，约步行650公尺即可抵达山顶缆车搭车地点。体力好的观众可步行前往即可。那这边就是有分现场购票，或者是你已经买完票就走这边。卖票处在这边。晚上来的话，就建议一定要上网购票再过来，不然你会排到疯掉。尤其是假日来的，你要看他这样子，一定都是满的。我们现在是平。走。建议山顶缆车网路购票要提早购买。如果太晚买，有可能买不到票哦。好混乱，你看后面大家在抢。他们就没有排队，然后拿东西。还不错，干的，干的，手刀。讲没有啦。撞开。不要啦，不要忘我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慢慢等吧，拜拜。山顶缆车自1888年启用至今，已经服务香港超过130年，而我们现在搭的是第六代的车厢，从原本一个车厢只能搭载120人，进一步提升到210人。缆车至山顶只要7分钟左右就能抵达。提醒一下观众，上车记得选择右边的座位才能饱览香港的美景哦。好，下来了，这边就卖很多的纪念品。如果你要的话，这边也有杜莎夫人。哦，对对对。还有套票是和香港杜莎夫人一起买的，那你也可以分开买。那我们就是只有买缆车。我们去最顶端去看个景观台吧。凌霄阁摩天台坐落于海拔428米高，顶楼居高临下，鸟瞰山下风光。更能俯览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致，无论在白天或是晚间前往山顶，都可以观赏到绝美景色。有上来观众建议购票到顶楼拍拍美照哦。干了给玩具啊，对啊，很像那个我家里堆的积木啊。好嘞，慢起来，这个今天拔起来再装回去。如果你脚力够好的话，从登山上来，听说从中环走上来一个半小时，小 case 你可以办得到。我不行，你要我不自己走。今天山上真的很冷，就是一定要记得备个外套。你觉得有没有很冷？有。所以叫大家带外套。我已经有穿外套了。哎呀，你要叫别人穿了，不是你穿就好了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去吃东西，我们去吃东西。超级粗了，太粗了吧？这是秋葵是吧？咬得下去吗？可以。不会老吗？它就是菜心，有人不是吃那个菜心。对啊，我就爱吃。在凌霄阁一楼也有小孩子玩乐放电的好地方，玩完后我们再带大家去看全世界最长户外手扶梯。这边有计程车在排班，啊，如果你要搭巴士的话，这边也有。对，我要做手扶梯，谢谢。计程车这样花多少钱？从山顶坐到中环的半山手扶梯这边，75块人民币，75块港币，那台币就是300。是，因为我们买错啊，我们买到单程，所以如果你买单程的人回程，你干脆就叫计程车。半山电扶梯全长超过800公尺，垂直落差约为135公尺。而手扶梯才定时单向运行，每日上午6点至10点向下行往中环方向，服务往商业区上班的市民；而上午10点至午夜12点，则向上行往半山方向。哎呀，住这边也很可怜呢。为什么？啊，我这回家这样很累。哎，时间还没到，我不能回家。哪有？你就不要走，走旁边的都好了。我们就是专门来这边去蓝方园吃一下东西。青妈记得10年前对他的那个丝袜奶茶念念不忘。然后用我的袜子就好了，那么用丝袜，我的味道比较浓。你好意思？你想要吗？他的袜子超级臭，臭到不行，你在臭了。就是我要去喝丝袜奶茶，然后吃什么？猪扒包是吗？冷
到了，就在下面。蓝方园创立于1952年，总店位于中环。蓝方园的丝袜奶茶更是由多种茶叶调配及特殊方式锅炉而成，因此喝起来特别香滑顺口。其招牌还有多式，葱油捞丁、猪扒包等也十分有名。丝袜奶茶好喝，可是这个没有很甜，他应该不爱。这个太苦了。好喝吗？有苦苦吗？哦，你看这个表情。是酸吗？是什么表情？你要说。还是辣？什么表情？你要说。酸。酸。苦辣。我跟老板换，这一定有问题。你喝，你喝。酸。最好是啊。他的茶很浓，是辛巴最爱的。对啊，你就很爱喝这种苦苦的茶。老人就爱喝浓茶。我承认老了哈，承认你老了哈。哎，我讲错了，是你，是年轻young boy。young girl 好喝吗？好喝啊，辛巴的冬鸳鸯来了。没有咖啡不行啊，冬鸳鸯更好喝一点，因为我的咖啡。你看，发自内心笑了。怎样？我要冷很久，没喝到咖啡。怎么我今天都没喝咖啡，我快死掉了。反正他的冻奶茶也推荐，然后我喜欢咖啡，所以我也推荐他的冬鸳鸯。他们的饮料都是喝完，就是因为我们台湾饮料喝完很腻，尤其是奶茶很腻，他们喝完是不会腻。最后多士跟猪扒包也很好吃哦，我们再来去下个地方。女人街到啦，是我的街。你刚才讲说老人街是怎么回事？好啦，要逛街的这边丽园东街，看起来蛮多东西的。好啦，都是阿妈的衣服，那你可以去了。那我还是离开好了。你哪里啊？走时间，看一下合不合你的 style。这边很适合你哦。太适合你了吧。这里不是只有卖女人的东西啦，你行李箱啊什么这边可以买，这样一卡行李299。这个，不要在那边乱讲。这个啦，你呀、还要上船啊，我们还要去赌哎、要去赌吗？要穿一下。那我 size。你的多大？38G 哦。再来，我们出发打小人。打得多么用力！哦哦哦哦！不要找到骗人的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间看看，这边能选的其实不多间。对啊。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。哎，你要不要也打一下？你打一下会不会比较乖一点？要不要给他打一下？要，好，我等一下跟他讲哦。怎么会有这么自虐的倾向啊？那我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上新闻的、好像就是你选的这间也。写你的全名。太有节奏感了吧。这间好像比较强的感觉。哎呀，就我刚的预感是对的嘛，所以他急着急着要给你。没有啊，我还在思考一下。到底要不要打啦？不打我要走了。对，你看他一直在拉人。对，要拉人的通常都会拉。他抓来，他抓来，他好死。他追了，追了。打小人是一种流行于香港、广东、珠江三角洲民间的巫术仪式。整个打小人过程，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种仪式。驱除小人，迎来贵人。有兴趣的可以来鹅颈桥这看看我。好了，打完了，舒服了吗？找个地方讲吧，要在这里讲吗？好，这里讲。他刚小小声的是问我说，我有没有什么做人工流产小孩流掉什么？说我没有啊。然后后来又跟我说要加我微信，问我是台湾来，我说是。他说你要去找你妈妈那边有流产的小孩的叮咛缠绕你。反正我不是要真的要去打，我只是看一下这个东西，体验一下。助力助力啊，也不要过于迷信。信不信自己决定啊，你要去找哪一些都可以啊。要的话可以找我，我帮忙打你的 call 了。然后我们再来去搭叮叮车。提醒一下叮叮车，踩后面上车，前方下车的方式。
全程不管远近，只要三元港币。叮叮车从1904年就开始营运，至今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，途经香港许多热闹地区。比起地铁，叮叮车更能深入旅游香港哦。那就是香港的体检查。虽然莲香楼倒了，所以它是它也是相关体系。那我们是修打拦街，往回走大概100公尺。慢一步。对，林香居，他有时间，他4点的时候休息，6点，然后晚上6点就又有了，所以我们刚好就是4点来。好了，去找一个地方让你睡一下觉吧。我们等一下再过来吧，等一下6点再来吃晚餐。然后我们到对面的孙中山公园看了国父，顺便看了个海，小朋友放了个电，2小时后兴高采烈的要回去吃港点，不幸的事发生了。欸、快电梯，快关起来！好，赶快往1楼走，快点！吃到落荒而逃是怎样？真的不知道怎么点啊！这边晚上竟然没有提供茶点，就是我们要吃的糯米糕，是小像烧麦那种小点那种哈，它只供应到下午4点之前，所以大家来要注意时间。对，就是早上6点他们就开了。4点之后的菜色。基本上是台币400-500起跳，一样菜哦。对，它都是那种大菜，然后适合就是比较多人的来吃。我们人真的太少，我们两个人吃的没办法吃很多，因为他们香港人就是饮茶文化是早上就开始。晚上没有人在吃饮茶的。我们刚刚中间错过一些时间，就为了去打小人啊，然后就错过时间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就是犯小人。打一打，我的茶就不见了。上面还有一个皇后街熟食市场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上去吃个晚餐吧。皇后街熟食市场，该不会又没有吧？先上去看了才知道。旅行总有小插曲啊。这样才有趣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凡事都做好功课了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问题啊。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多插曲、啊。我们没有正常过啊，所以这样很好玩啊。在地的小吃嘞，快点开！玛莎拉烤饼，玛莎拉 tea， 不是玛莎拉，来香港吃印度料理，然后这个是刚好有一个人看到星星说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他就问我们说需要什么帮忙吗？就是很刚好，然后因为那个人他会讲中文。然后他就是用中文跟我聊，然后聊说，哎，那他说我们怎么没有来这边？这边的2楼有印度菜，他觉得很多人会来吃的。玛莎拉 tea， 他就是玛莎拉 tea， 玛莎拉 tea， 怎么我讲的都一样？都一样啊，我发现都一样，反正是玛莎拉奶茶啦。没有。哇，好浓的香料味，好特别哦！你说多特别。有姜的味道哦，姜啊，里面这个是姜哦、啊，也是一样，它印度香料味，它是还不错，身体会暖暖的。没有喝过这种口味，好特别，超特别、欸。这看起来就好吃哎，好吃，这好香哦！我现在已经有闻到了这个饼皮的味道，好香哦。然后它的咖喱是酱，它是有料在里面，是怎样包着吃吗？包在里面吃，沾着吃啊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，哎、超特别。还看戏，里面有旗子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好像是一个，好香，这个饼好香。这个饼好好吃哦，单汁就好好吃哦。我闻到那种恰恰的味道。就是恰恰。恰恰。你这一集要不要多失控？你是路走太多，已经失控了，是不是？小腿不是你的，大脑还是你的？可以控制一点吗？它就乳酸都跑到大脑了。好了，赶快讲。这个饼单吃就很好吃，它有一个很浓的香气，然后上面有加一点点这个，就是一些印度香料，但是它不会呛。这个饼单吃，我相信星星是可以吃的。然后酱的话，我知道它不会辣，酱不会辣，就酱不辣。看起来是红咖喱，然后是很香的。哎、欸，贵人真的讲的没有错，贵人。贵人要跟他谢谢一下，大哥谢谢你啊。升嫔妃了。
嫩，然后味道又足，好吃，真的很推荐哎。这一间哦，这一间哦，贵人说的。好了，开始吃吧。旁边的酱，我们饼都吃完了，酱吃不完太可惜了，点一个饭来配着吃。来试试看，嗯，汁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帮我试试看，那黑黑那是什么？木炭吗？木头哎、欸。木头啊。你敢没加哎、欸？嗯。好香哦！你自己闻。那肉桂吧。你看肉桂味。是啊，快点学起来！学起来，你去那个木头那种烧焦了，你就拿过来装作肉桂卖就好了。肉桂是不是普通的木头吧？应该是。就装嘛，装逼最厉害了。等一下再来就去看灯光秀。看，对，去维多利亚港看灯光秀。好，等一下见吧。好，再来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，下一集要把香港其他景点玩完，再来上游轮继续玩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不妨先按个订阅哦。我们下集见。还有要记得追踪星爸星妈的粉丝团，拜拜。